罗志祥、周扬青被抓包，带400万元情侣表。罗志祥，哈哈，墨镜也挡不住小猪的春风满面啊！我不认，我不认，咬我啊！哎，等等，这只表是动辄300万起跳的名表 Richard Mille。哎，好巧哦，小猪的绯闻女友，sorry， 认不出来呢。嘿啦，承认整形的中国网络名人周扬青，刚好也有一只要价近400万元同品牌表，全是小猪赠送。更巧的是啊，周扬青6月3号才刚 po 上 Instagram， 隔天小猪跟着秀同品牌爱表呼应，眼尖网友神回，哦，跟周扬青的情侣表哦。小猪进来超爱Richard Mille， 光 Instagram 上面就 po 过3只，加起来超过900万元，送一只给绯闻女友玩玩也不过分啊。哦，是说这种情侣装游戏小猪玩不腻耶，跟上任阿混就是这样玩啊，跟周扬青也这样玩。哎，等等，不止两任猪女郎长很像，长很像，连项链也给一样啊。打我啊，打我啊。小猪前天在中国参加极限挑战真人秀节目记者会，继续秀这只情侣表。哦，莫非是要公开的节奏？我做这个举动其实蛮美的哦，现在蛮不错的哦，真的是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哦。是要改穿姐妹装了吗？哦，慰问先猜，小猪又是打死不认。感情？什么状态啊？最近是幸福的吗？还是最后一题？最后一题，对。为什么感情幸福吗？状态啊？我最近有什么新闻吗？突然记者乔正小猪，他回应：无聊，依旧打死不认。苹果流浪赖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拉倒。苹果12周年爆料拿大奖，200万等着您。独家给苹果照片、影片或者独立采访的公民新闻，点阅数每周最高一名20万，全月最高一名200万，改变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